星楚子俊，拥有帅气长相，年仅19岁的他陆续出演了多部热门作品，虽然不是主角，但亮眼的表现备受看好。他在虞书欣、张凌赫主演的古装剧《云之羽》中饰演雪公子一角。网络上有消息指出，该剧临时安排在暑假档期播出，不料随后竟爆出楚子俊涉案被逮捕的传闻，导致剧集惨遭撤档。有网友透露，他跟吴亦凡一样，因涉嫌性侵害而被捕，且受害者还是未成年少女。不过消息至今未被证实，但是楚子俊的微博贴文仍停留在7月31日，之后就没有再更新。而他手上仍有多部作品已经杀青等待播出，因此有不少网友担心直呼，如果是假消息的话，拜托赶快出来辟谣吧，不要拖累到别人的作品啊。you